小宝贝，你看，你姨父在干嘛？在拍你。哦，他今天打了我好多次了，他就啪啪就这样打我，他可凶了。来，哟，这你在拍，你知道吧？满头是汗。你看你妈妈的手机被你摔成什么样子了？砖格外烫手。今天的砖格外烫手，表妹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你怎么不抢我的台词了？上次你还抢我台词嘞。我太累了。奶奶今天搬砖搬累了，她说今天的砖格外的烫。今天是我们猪圈修的第十天了，对吧？嗯。十天了，今天要上两步了，看到没？已经搭架子了。再过不了几天，我们的猪圈就可以，我们家的猪就可以入住新猪圈了。因为要搭那个猪圈上面的架子，所以说也请了木匠。我们两个人今天应该可以搭好架子了。应该。我们的猪圈，看一下已经到那里了，差不多就封顶了。我感觉眼看着猪圈就可以做成了。一级封顶。你个啥子？我这里不讲真的，没拿灯具呢。表妹，你看我表妹多勤劳。大哥，我在拍呢。小胖，你是打哈欠吗？累，累了。标准累。哎，累了。你上去干嘛？小美女，你不要上去了，那你经受不住那么多人，太重了。等一下，轮胎断了，三个轮子盖掉。一山两只，今天吃鸭子，今天家里又来客人了，然后而且师傅也特别多，所以要杀鸭子吃，杀两只。今天炒了鸭子，特别香，你们闻到吗？我的饭也熟了。今天人比较多，大家一起，先有十几个人一起吃饭。没有，再见。人家没够，谁不加还可以。快来抢饭了，快来抢饭了，还有谁没有的筷子和碗的？嗯，你的筷子。人家就是你没听上呢。我的筷子，听上了。看，现在都是多大还没很大。不要紧，我就。不是明天就不？没有，我们不来就不。来，宝贝。烟都有不抽，不来就。